大家好，这一期的情报站呢，我终于有了一位摄影师，所以我得把我的口罩戴上了。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话，就是这一期的情报站是2月29号推送的，我算了一下，28年才有一期。OK， 言归正传，看看我们今天这档大众车主特别喜爱的汽车问答类栏目会收到哪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微信网友陈焕问的，他提问了很多期了，我最近几周一直没有回复他，今天呢实在是抹不开面子了，必须得回答他的问题了。12款的 CLS300 值得买吗？有没有什么通病？后期维修成本高不高？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买车三连的问题啊。答案呢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就是只要价格合适就没有不值得买的车型啊。 CLS300 目前的行情价呢，最低呢应该是在24万元左右，有的可能会低个几千块钱，有的呢可能稍微高一点。但是呢有一些2012款的 CLS300 呢，它是在2014年推迟到2014年才上牌，这个车子呢它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成色好的话都要奔着30万去了。所以说从24到30万你都可以去选择，这个余地还是比较大的。根据我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还是你应该去买一些成色稍微好一些，年份稍微短一些，毕竟这个车实在是非常的好看，人气也很足，值得大家去拥有去收藏。另外呢就是注意一下，就是 CLS 列装啊，这个车子的价格体系跟普通版的这种三厢版的 CLS 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价格体系，价格要贵很多很多。 CLS300 呢它用的是 M272 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呢它除了特别稳定之外啊，其他的优点都不是很突出啊。它开玩笑啊，其实它优点还是很多的，只是因为特别的稳定啊，这一点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它的这个最常见的通病呢，其实就是进气歧管的故障，这个网上都能买到修包的，大概7七8八弄弄1-2千块钱，连工带料也都能修得下来。而它不太常见的比较恶性的这种通病呢，就是它的平衡轴的这种异常的这种磨损。但是这种东西我统计了一下，应该在诺诺这么大规模的修理厂一年都修不到一个。最近几个月我们修了几台 M272 车型的这个发动机大修，烧机油很严重，但是呢它的里程数都已经超过25万公里了，车主都已经觉得用够本了啊，修修也无所谓。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变速箱都还是 OK 的，不需要维修，所以这套动力总成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在后期保养方面呢，它的那个日常的机油机滤啊这些东西跟普通的车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它的这个内饰件比较贵，像什么空调出风口啊、内饰板什么的，你都好好的保存。如果是2012年左右上牌的这种车源啊，如果保养得当的话，我觉得内饰也不会被人蹂躏的太惨，这方面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真正让我们头疼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件比较贵，但是呢这个是保险公司需要愁的事情，我们只要把车损险买了就行。当然了，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你不买车损险。第二个问题呢，是微信网友秦坤问的，17万的预算能不能淘到 A4 的旅行车。 A4 的旅行车这基本上在国内就是 A4 Allroad 的，对吧？17万的预算能，但是呢我不建议你这么极端。如果说17万是那个你预算的上限的话，那其实就是拿到这个整个车系的一个最老车型最长里程的最低价格，这个是抄底价。但是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讲，在二手车市场里面去抄底，它既不明智可能也不现实。因为如果真的是一个抄底价的话，这台车应该是隔壁摊位的那个老板去抄底，而不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去抄底，这样更合乎常理而言。另外呢，就是在一个非常自由啊、非常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二手车市场里面，绝对的白菜价这是绝对不存在的啊。因为根据一些经济学的原理，这个超低的价格往往意味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在二手车交易环节当中，这就意味着套路和一些隐藏成本，比如说我们的高昂的金融费用，或者说这个车的手续有问题，或者说它就是一台事故车。不过回到 A4 Allroad 的这个车的本身啊，你说17万，如果是你的中位价格，你接受比如说接受16到18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能不能买到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的这个华南站呢，就是我们的深圳站啊，它前一段时间去年底的时候交易过一辆 A4 Allroad 的10.4万公里，它的价格就是17万6。深圳站的这个自营车呢，其实交易过很多的 A4 Allroad 的，你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深圳的那个陶车顾问卢标强啊，这个是一个嫁到广州的福建人啊，绝对的 A4 Allroad 的专家，你可以问他。
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呢，是微信网友国家一级退堂鼓表演艺术家问的：11万买 SUV， 空间大，省油，皮实耐用，维修保养便宜，最好还是国五，求推荐。啊，如果是全新车呢，我推荐你去看哈佛 SUV 啊，这个基本上只要你这个价位能买到，都符合你的这样的要求。但是呢，宝骏的车子它其实会更加的省油一些。当然了，如果你买全新车，我建议你就不要来弄的情报站问了，因为我们是一档非常严肃的二手车栏目啊。二手车呢，我推荐你的这个车型其实是斯柯达野地，相对来说可能是关注度不太高的这样的一款 SUV， 11万的预算是绰绰有余了。那个它的这个 1.4T 和 DSG 的这个动力总成呢，油耗是非常低的，这个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而它的这个空间上啊，后排座椅可以拆卸，后备箱容积也是非常非常的规整，其实空间利用率可以做到很高很高，实用性很强。而在维修方面呢，它的这个稳定性非常的好，几乎没有什么故障，而保养方面也非常的便宜，因为机油用的非常的少，配件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而这台车本身就是开到烂你都不会心疼的那种车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野地应该全部都是国五的车型，所以在这一条上也是满足你的要求的。至于其他的车型呢，我就不推荐了，因为我们的自行车刚好有一台野地在售，现在是9.2万元的售价，而年份呢是2017年，算是很新很新的了，性价比相当不错。第四个问题啊，是微信网友蕊问的，他的 Mini R5 啊，就是 Clubman 啊，无法启动，排查过点火、电瓶、汽油泵都没有问题，症状呢就是车子停一天勉强能启动，然后就熄火了，再点火呢就无法启动，会不会和碳罐有关系？碳罐呢是一个可能的嫌疑对象，但是宝马系的车子碳罐出现问题概率并不高，我建议你可以排查一下，就把碳罐拆下来，然后看看它是不是常通，如果不是常通的话，这个就可以排除掉了。而我觉得最大的嫌疑对象呢，其实是那个 Vaptronic 的马达。我曾经啊也是一个 Mini 车主，3年前的时候买过一台 Mini 啊，车况非常非常的烂，那个从买车第一天就开始修，然后修到卖掉它也没有把这些故障都修完，那个后来这车我也没卖给那个诺粉啊，我们把它卖给了一个同行，以废铁的价格卖给同行了，这个不敢祸害大家。这台车呢虽然说让我非常的焦心，但是呢也让我认识到了 Mini 车身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故障，基本上把各种故障都碰到一遍了，我也遇到过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个症状。我之所以怀疑是 Vaptronic 马达呢，是因为在出现无法启动故障之前，这个车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抽抽的这种状态，它的动力啊，它的转速会经常的出现这种大幅的这种波动，然后就无法启动了，然后我就开始修。我的判断过程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把车停下来之后呢，熄火，把我们的 Vaptronic 马达的插头给拔下来，这个 Vaptronic 马达呢是一个步进电机，它就是安在我们的那个气门室盖上，位置是在上面，然后还是在外面，插头非常好拔，你把它拔下来之后呢，它就不工作了嘛。然后它这个电机的轴呢，后面有一个内六角的孔，然后你去拿那个扳手去转这个孔，像一个方向转到头，它可能对应的是我们气门声中最小的方向，而像另外一个方向转到头呢，就对应着气门声中最大的方向。在这两个极限的位置呢，车子都是很难启动的。所以呢，你记住这两个极限位置之后，大概转了多少圈之后，你把它转到中间的位置，它就对应的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气门声程，这个时候车子应该就是能够启动的。如果说你照着我这么做，然后车子能启动，那就说明是 Vaptronic 马达的问题。如果说你照着这样做还是不能启动，那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那我就没什么办法了啊，你只能把车开给我，让我抽丝剥茧帮你排除这个疑难杂症。如果你是个宝马车主啊， Vaptronic 马达是一个易损件，损耗件，它出故障的话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心理负担，因为宝马的发动机尤其是自吸的发动机，它的性能之所以那么好， Vaptronic 马达这功不可没啊。微信网友 Rex 问的啊，他的问题比较长，多年的老诺粉求助，07年的美规 170XF， 开着车的时候时不时就仪表全黑，空调面板失灵，座椅记忆不好用，但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好了之后呢，转速表就不动，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油门和那个刹车都能够正常的工作。如果是在失灵的情况下，车辆也无法锁车，这时候呢，车机系统会报错，说什么中央什么什么系统故障，然后安全气囊灯也会亮，本地的修理厂已经举手投降了，问问该怎么办。
啊，这个庞大的非常长的问题呢，往往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像你出现这种故障呢，非常的复杂，而它的故障点呢，可能就是线路故障。啊，之所以非常笼统的回答一个线路故障，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哪里的线路出了问题，这个要慢慢的查。你说的有的故障零件，比如说座椅啊，或者空调面板啊，这些是舒适总线上的东西，而像仪表啊，可能是我们的 PDK， 就我们动力总成总线上的东西。这些东西坏掉的呢，有可能是线路出了问题，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接线盒中央网关这边出了问题，中央网关可能是有一些破损或者说是进水了啊，之前没有处理干净，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非常典型的线路故障，所以说它的维修过程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找这个故障点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费劲，而且这个可能的故障点啊，它可能不止一处。另外呢，就是说因为长时间处于一种故障状态，有一些零部件可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化，它可能在日后也会有一些幺蛾子出来，所以你这个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不要太为难你的修车师傅。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是微信网友泸州孙玉林啊，他其实也不是问题啊，他是来炫耀的啊。我有一台97年的奔驰 S320W140，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虎头奔，02年上牌，目前发动机变速箱无渗漏啊，开始炫富了啊。气门室盖有打胶的痕迹，整车机电功能都好，比如大灯、雨刮、电吸门啊都非常 OK。现在车子30万公里了，想问问该怎么做养护，毕竟还想出售给其他的诺粉，不对，应该是造福其他的诺粉啊。其实能把老车养成这样啊，我估计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整个过程我觉得肯定是也有很多糟心的事儿。以我个人的口味来讲的话，这个车子它的既然你说动力总成都很 OK 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底盘上，因为我觉得驾驶感受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而很多老车呢它看着很 OK， 但是它开起来很不 OK 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保值增值的角度来讲，内饰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如果说已经出现破损的话就尽量去修复，而修复的风格呢，不建议去搞什么 DIY 的风格，不建议去搞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改装风格，而是尽量去维持原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也是二手车的从业者，如果说去看到一辆内饰被爆改过，改花里胡哨的这样的车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扣分是非常非常多的。从国外一些玩老爷车的趋势来看啊，外观方面就是我们的这种漆面质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车子还有原漆面，状况也还不错的话，我建议你好好的这种保护保养它，可以去学一些漆美方面的知识。如果说车子已经出现了破漆啊、锈蚀啊，这个要赶紧处理，你可以不计成本的做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全车喷漆啊，推荐来诺诺这边来做一下，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但是我们活做的还是可以的啊。好，这一期的情报站院长，如果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如果你的问题有很有代表性的话，那么下一期我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28年后再见。